孙协志强碰就爱小贤。你知道今天通告有我知道啊，所以你没有排斥。为什么要开始？你是鞋子，你的前女友小贤听到跟你同台就……你跟下次就可以通告了。直接坐电车走。开玩笑骗你的啦！这对超过十年没碰头的昔日情侣档，昨天一起录节目《小明星大跟班》，其实这同台合影画面，记者可是得来不易呀、啊。那你等下我跟他打招呼。已经打完了，我就问他还好吗？他说很好。他说他反而是想问我还好吗？哈哈。也是对照小贤跟何守正甜蜜蜜，孙协志如今再见旧情人的感想是，他现在很好啊，健康啊，感觉状态很好，但他顾虑很多，不愿多谈小贤。我们单身没有差，但是人家有老公，是啊，不要再影响人家事情。其实协志你真的想太多了，看看小贤的反应。你会不会对他变憔悴？没仔细看哎，我再过去看一下。哎，他还真的就动身去找孙协志，给他一个赞。人家那么大方，女生那么大方，他们合照一下啦。没有不大方，我只是不想影响。不会不会，他说 OK。没有合照对。对呀、啊，那反正都是同一个。我完全我是 OK， 但是不要影响他为主。这是最重要的。不会啦，我们等一下也会一起录影啊。不过这时候发现，我没有穿高跟鞋。娱乐动新闻，下次要记得哦，报道。